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我们今天在牛年蛋蛋饶河店，今天我们要来抽我的英雄学院的一番赏。哎呦，很久没有抽我音了哦，也很久没看我音，那些鬼妹真是太红了。那这次他居然没有轰，那其他这次蛮特别的是，他就是那个初九跟爆好嘛，然后他有分他们战斗模式跟一般模式，这种是一般模式的爆好是没有戴眼罩的，很帅哎、欸。超丑。好，然后它的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衣裳是立牌哦，然后没有资料夹，立牌毛巾跟很有特色的吊饰，这是他们个人的 logo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算可以啦。你想要西裳？西裳有那个效果键哦，你说初九的那一个？对，它有效果键。那我没有想要的哎、欸。那没关系，那你帮我喊一个 B 裳。A 其实 A 我有点兴趣，因为好我没有这个没有眼罩的吧？基本上是没有。对啊，所以还蛮特别的。那我们一样就先十周是嘴温。那在开始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频道，小铃铛按起来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资讯。耶、yeah, ，开始。这次的签纸是爆豪跟初九的颜色，就是绿跟橘。我先五抽。好。欸，我是无念无想留欸，我刚刚只是随便说一个，我要 A。F 是毛巾，毛巾都是小毛巾哦，这次没有长毛巾哦，这边是日本代理的。G 是吊饰，哇 ，C 也吓死我。哎、欸，它是吊饰，我刚刚有看到有烘的，可是它烘的让我觉得很没有烘的感觉，就是烘的皮带这样。它应该是烘的头发，或是烘的冰或火、啊。这次不是它主角啊，它是不是主角、啊？好吧，再来 ，G 吊饰，可以啦，吊饰其实蛮可爱的啦，我想要那个霍克斯的。霍克斯还不错 ，F 毛巾，欸，我说太无念无想，他真的不给我欸。可是这次要说，他这次没有资料夹，改成立牌很屌。对，立牌那个 CP 值蛮高的。一，立牌，我抽立牌了，立牌，立牌可以选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欸，立牌是唯一有轰的欸。哦，完蛋，你要抽到轰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整个班级的，我要怎么抽啊？换你了，换你了。欸、你现在夏天了，我们是转换季节啊！哈，抱歉，因为开坐在车里面不会感觉到冷。五抽，你想要那个吗 ？C 跟 A。不喜欢爆豪是不是啊？不喜欢，我喜欢那个主角光环他。哎呀！抽一！有没有？穿短袖还是有差的。我说冬天穿短袖来抽一分享是不是？好不好？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模仿，大家不要模仿，单抽好吗？单抽 A 多久没有出现了？太久了，好久没有出现了。而且今年有没有新的一年？哎、欸，有，我们姐表示我们今年新的旺，上半年先旺起来，抽一番想先旺起来，测运势，没错。再来，橘吊饰，可以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没有声音，我满足了。好，你真的屌。一。哦，那个立牌，我就要换，把这两张换掉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屌啊！你现在想，我现在很屌，我现在是屌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怎样都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嗯、那我就换这两张好了。好，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我就要换一下。好。小声讲哦。F 是毛巾。没关系，剩最后一张了。好。我已经成功的圆满，好不好？对。一立牌。可以啊，你还抽两立牌哎、欸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看奖品的，因为我满足。来看一下小赏，来，我们先从吊饰看起来，吊饰一样是不能选的。等一下他们抽好了，吊饰就有诚意啦，就是大家的特征啦，我们觉得霍克斯是最好的，对，因为霍克斯啊，霍克斯很红啊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是毛巾的话是这个赏里面唯一可以选的，然后总共有五种。我们选了初九的衣服跟他们两个的头像，对，它是毛巾只有正方形的哦，就算在日本代理的也是只有正方形的。接下来是吊饰呢是整个班级哈，大家看一下多人啊，整个班级这请问，然后抽到红，哎、欸，这个有个技巧哎、欸，就是摸，没有你摸它的形状，可是不用缺的，不是它这个只有这种像这种比较没有啊，你要特别的，然后你就摸这个边缘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那大家都在那边这样子，那摸它就坏了，不能这样子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选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矮的，这是矮的。真的吗？你选到矮的。
因为矮的很明显啊，矮的很明显啊。可恶，那我不想开了。我试试怎样？我觉得没有红，这个有一点点，好像不是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哎、欸，这个是哎、欸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是不是透？这个是不是透明？是不是透明？这个是不是透明？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不是透明。反正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不开了啦，没有轰就不开了啦，给三三门开，这个大家自己去玩摸摸乐，摸出来都可以去摸，对，大家就先摸这样子，你就可以麻将可以摸牌，然后接下来是哦，羊一抽就抽到的，抱歉，初九一三，然后刚刚老板跟我们说，就是一番赏的这个，就是跟我们之前抽的女帝是。对对对，做的模型都不错，都很不错，而且他听说的，老板听说的，对，老板听说，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。而且他这次也是很大哎、欸，我最喜欢大的模型了，大的模型就感觉很有诚意。我突然觉得这一次我忽然想要，对，你看，不是说你想要 C， 我突然想要 A 了。抽到你就稀罕是不是啊？对，好的，那这一次我赢的一番赏到这边啦、啊，然后其他的小赏也会送给所有三三们，如果大家想要抽的话，接到我的 IG 追踪我，我会有一篇贴文集合说的一番赏会一起抽，那不会立刻抽出来，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。那这样啦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